是地球，我是月亮，我是月亮。你这还反着转？因为月亮只是中转，不会辞职。首先要表扬峰峰的表现特别好，有啥说啥。嗯，就不耽误大家时间，对，而且很坦荡。嗯，这说明一种信心，就是即便你不开心了，我也接得住，因为我是为你好的，我不会拉扯的，对吧？其实你看，峰峰跟辛迪还有跟曾曾说的都非常的直接和清晰，所以我很喜欢他。我觉得这种男生，这是让我很有安全感的，而且没有冒犯到辛迪，没有冒犯，就是你做你自己就好了。对，然后很坦诚。其次表扬辛迪的表现超级好。他的第一个表现是说，如果纯纯选了林林，那么你呢？我觉得这个其实已经把自己放得很低了。对对。而且我不相信他不知道那个逻辑，就是纯纯选了谁跟你选不选我没关系，其实是没有因果关系的。但是他还是启发诱导想要达到这个，我觉得这个已经表达得很好了，作为这样一个姑娘。然后就是峰峰说，嗯，我们没可能，他说 OK。有没有？不是说没可能，只是说暂时没可能。就是这个意思。就是如果以后随机再抽到玩就好了。他接受的很坦荡，我觉得这种表达没有给峰峰任何压力，对吗？我觉得特别好，而且还算是断了和可心的一个念想。嗯，他已经有行动了。嗯，我觉得这个辛迪是要表扬的。他们俩都表现得很好，都挺真实的。那你们俩现在觉得最后峰峰的那个回绝，这一对的可能性没有了吗？谁说的？你们死了这条心了没有？我不觉得哎，我觉得迪迪不一定会放弃，真的会有可能啊。迎难变强。对啊，这种扑朔迷离更想知道最终的走向。嗯，对。那我们先把惩罚做了吧，还是要把惩罚做了吧？我以为你忘了呢。都错 了，我一个人扛。同伴，我们俩一起扛，我也一起惩罚吧。就你俩磕的最猛，磕崩了，牙都磕飞了。没事，心甘情愿。演员的信念感拿出来。没有，现在没有。我已经背都背不下来，现在脑子没有脑子。是地球，我是月亮。我是月亮，你这还反着转？因为月亮只是中转，不会自转。月亮只是中转，不会自转，不会自转。你好坏啊！过关过关过关，放过他们，放过他们。我们俩已经没有任何情绪了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弹幕飘满，感觉不只是涠洲岛下雨了，我们现场也下雨了。对对对，我们俩头上有两顶乌云，给我们做两个 CG。